打进去，想连续的通过小慧和渗透对方，没有能够再进一步。地平球给到前点，漂亮，这是比赛一分多钟八坎破就被北京国安在客场战胜，果然接得住，给到中间，非常漂亮。其实这是刚才就跟咱们所说的，这是也是有变化，也是有变化，这就是我们王刚球停不错，在世界线路上，好球啊，在门前补射破门，还是让弧度的一个大范围的转移。还有张雨宁打门，这一下比赛的悬念应该。